挺想解一个，下载一个赚30块钱，轻松日入2000块钱的一个项目，阴阳师抖音升级玩法。这是给大家测试一个作者最近在测的一个游戏，一个播放量都不需要有，轻轻松松一个作品2000块钱，作品也不需要花太长时间制作，几分钟就能搞定，轻松过原创。用这种野路的玩法，直接无视抖音，月入过万不是梦。课程包括项目的介绍、变现的方式、转变的工作以及原创视频的制作，啊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么多啊。两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所需要的资料全部都有，还有收益图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收益图也是非常猛的，2000多块钱。这是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阴阳师啊，或者是阴阳师抖音升级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堂教程了。